包哪就去包哪。即马佫搭好一张批来，一张批是即、這个住伫个即竹南镇即个因家咧牵猪哥猪农友，猪农友啦，讲猪真歹听吼。啊，内部咧问讲啊，因家饲个猪公是安怎讲？西红柿不拉完，甲白黄丸甲布安怎拢袂起？袂起啊！都袂起啊啦！一个起啥物我都唔敢讲。但即摆吼，听到即、這个，搁再听到即、這个爱腾公司即个赖所长过来甲咱解答即个问题。啊，赖所长，好来，赖所长你好。你好。那安尼啊，讲到猪仔就请我。那讲到这猪种啊，吼，种猪啊，我是细汉望到大汉，结果啊，经过多年的研究，终于发现这种猪为什么袂呀？好啊。总共一句，原因有几点？第一点啊，利用四不拉丸甲白凤丸补，要哪补会起来嘞？迄镜头都无对，四不拉丸甲白凤丸明明都是你补猪某的，你摕来补猪公，要哪有效嘞？第二点啊，这猪公我唔知伊安怎用这猪公啊，可能是你来用命来用，用得。用到伊无法度啊，挡袂了，好够困难。所以，予你一个建议，就爱用土鸡蛋加好绿丝，套1200倍甲补。第三点啊，可能就是刺激性无够，所以你也有闲咯，甲出来看一寡小片甲牛肉丁细细，保证一定会当恢复正常。到我到这，好啊！多谢咱赖所长的答复吼。